叶问的十个冷知识。第一，叶问曾预言了李小龙的死亡。李小龙拜入叶问门下时，他看李小龙走路脚不着地，断言这是短命相，让他注意。没想到一语成谶，在叶问去世第二年，李小龙跟着去了。第二，叶问之所以从佛山逃去香港，不是电影里所描述的他因爱国杀了日本军官那么大义凛然，而是他怕自己曾在国民党做情报工作的身份遭到新政权清查，殃及家属，为自保逃去的香港。还有个说法是他残害了很多共产党人。第三，叶问原名叶继问，为躲避追捕，他带着大女儿辗转逃到香港投奔表姐，办香港身份证时他故意暴打了七岁，还改名叶毅。为保密，他生前在外人面前从不提及在大陆的事，甚至儿女都不知道。第四，叶问的妻子是晚清名媛张永成，她是清末外交官张荫桓的后代。张永成是个典型的中国传统女性，凡事都以丈夫叶问为主。婚后她为叶问生了七个子女，不过夭折了三个。第五，大火的叶问系列都把叶问神化，真实还原叶问生平的一部电影是邱礼涛的叶问。这部电影全程用的佛山话，还把那个没钱就不交咏春是块真实的叶问刻画出来了。第六，电影中叶问好好先生的形象让无数人感动，但真实的叶问逃到香港刚落脚就和一名上海女子在一起了，还给叶问生了个私生子。第七，叶问最得意的弟子是郭富，郭富失业跟叶问不告而别回到老家，叶问不惜徒步几十里路找到郭富教他咏春，这一走就是两年。不仅如此，叶问还将所有拳谱要术都传授给了郭富。第八，叶问身材矮小，只有1.6米的样子，虽然是个富二代，但少有纨绔子弟的架子，他为人谦逊有礼，没有任何胜负欲，也从不和人比武斗法，所以他从没像电影描述的那样打擂台以一敌十去打日本军官，更没有大义凛然的打美国军。第九，叶问幼年因体弱多病，为强身健体，所以拜了在自家宗祠开武馆的陈华顺为师，开始学习咏春。陈华顺病逝后，叶问跟着师兄吴仲素练了3年，之后又跟梁帝学习4年。第十，叶问开设武馆的初衷是为了报答好友周清泉的接济之恩。在叶问因战争被迫离开家园，坠落迫时，是靠周清泉的接济才渡过难关，所以他收的第一批徒弟就是周清泉的儿子和外甥。